按上坤主席的原话来说，他可能是对我父亲最了解的，共识也最多的一位老同志了。从我们两家来说，可以说是通家之好。啊，好好，啊，这个好，身体好吧？你们这家的怎么都军章啊？看今天这地方的，我要一个远的，远的，原来是回北京，原来回北京了。第一个叫杨爸爸，我们今天是第一百年，第二个，你这个电影，你又回北京，他们直接找一下，就是这少奇，他们都是从外，要访一些老战友，可以。不同他姐姐的呢，觉得这个人很难说话，啊，很严肃，很。但同他姐姐呢，他是什么都回答，啊，甚至，但我不多说，甚至我可以批评他，也不是批评，就是提出意见，觉得你少将你这个说法不对，应该这么说才对，我可以说，从来没跟我红过脸。